级的山精鬼怪可爱，那些污浊的心思也没有田间淤泥来得干净。如今我看着人间，总觉得大梦一场，却只有你干净如初。安然，我只希望你当下是快活，将来每一天每一个当下我都希望你是快活的。一个没有双鱼令的素人，在庆王府会是怎样的下场？庆王这样会留一个废物在身边吗？小姐，你昨日订的棺材到了。阿娘，一路走好啊。隔壁的没有人逼我，老二，那是一条人命。
过的耳朵，就你心有七窍玲珑，我却在那里看花，总归你怎么到最后会不会都被一笔。你不要命了，这是学生落的文章，老夫不能有负重托。走开。陆小姐亲自证人，今晚为许清策证明，有好好说，有什么别扭回家把药上了，化脓就罢了。哎，我就算第一次没有接触，你再给一次不就好了吗？哎，要擦就擦呀。经常不是为了与二哥结盟了，对吧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告诉我也无妨。好了，我不该逼你，你不想说就不说了。但你答应我，不论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让我帮你。真开心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怎么就这么开心？因为你啊，今天看到你做这些事情，好像那些因果复杂之事都被挡在了外面，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如果这里是你的避世桃源，那欢迎你经常来做客。早知道种葡萄这么麻烦，还不如不种了。你这么说就有点不知好歹了。要是不种葡萄，哪里知道殿下对小姐这么用心啊？你愿不愿意相信我？不论以后发生什么，如果不想告诉我也没有关系的，但我不希望你把自己压得那么死。桌子上的字我看到了，亲亲爱情永不负卿。你救了灵犀的命，我也知道。你听到我的死讯后，没日没夜的赶往苏城。你拼了命的救陆欣然，杀家人之仇你背负不了。是看出来，其实我害怕真的杀了。我也不会让你背负。我是有退路的，你再等等。我等你。不知道陆大掌柜对于太平仓的第一批见证人的名号，觉得值多少钱？大概可以让你莫名其妙拉我出来10次。才10次？他已经不是我的贵处。